大家，我们是 Crazy Man， 玩玩啊，你喂 ？Tell me where the freaks at。看我的 vlog， 好啦，今天呢有台湾的 YouTube 朋友呢，芬兰。现在怎样？定了没啦？我定了啦！你订阅芬兰的没啦？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好，记得大家先订阅好吗？他们来到了马来西亚，就有邀请姐姐和他们一起见个面，吃个饭。那姐姐就说哦 ，OK， 因为反正我刚刚回来啊，所以我也没空，就吃一个饭没问题。那现在我们就先洗头，因为姐姐很懒得自己在家里吹头发。我们来到我们的赞助商这边洗头，还可以。我第二次，然后他的跟，所以我们现在回家，化个妆，把我的脸放上去，要每天7月14这样吓到台湾来的朋友。哪有？我真的在自己穿睡衣来什么，因为这里好像我的家这样。姐姐最喜欢就是洗头了。你看这个睡衣后面还有我的名字，他怕死人家不知道。你看，老婆每天都穿这个衣服，怕死人家不知道她老公是谁。拜拜拜拜，慢点来。有，我们有抓走。哈哈，那好啦，现在弄好好头发啦，那回去要化妆啦。你们要弄头发可以来自己弄，因为我们在自己弄，毕竟已经几年了。那姐姐、妹妹还有我家人都是在自己弄头发的，说姐姐名字也有折扣，在 E Avenue 福州。走啦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啦，现在要去和风男约会啦。约会？哎呀，什么约会啊？他们不会看上我的啦，我是你老婆，我又这么老，人家又要阿瓜呢，你要不了。那里有阿瓜，你跟老公讲，那里像阿瓜，那里像阿瓜，看镜子，那里像阿瓜。啊，按钮。不是约会，是我们一起去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去和风男约会。吓死老公呀！哎呀，你吃饭还有去喝酒就是约会了啦，现在约会都是这样的啦。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是约会啊，哪里看到美女？啊，那美女，黑哥，我给你拍照啊，黑哥 no, 你很好，美女是老婆，黑哥，美女是老婆吧？不然我这个多失美啊！老公嘴巴裂到完了，睡个冰岛回来。是啊，老婆的也是啊，打指纹一下，我帮你查那个，那个多少？不用查了，老婆嘴巴对着老公看。来，有红色呀。哇！地上。马来西亚代表的安迪，这样可以吧？其实也是 sponsor 的衣服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像，对不起，走了，继续来了，请我的，我们出发啦 ，Let's go。真的因為我不看 YouTube 嘛，我是拿來因為我做了就是那些很多問題，我答到我已經很積極了。你們的是我覺得唯一的我的電話你沒有下載那個 YouTube 嗎？沒有是進去他看我看了他才下載。哇，我有電視啊，我看一點啊，我看一點啊，我看一點啊，好像講話大佬啊，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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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冇人叫人哋阿爹做咩？我叫阿爹冇。Welcome to the circus, close the
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